好久没带大家玩游戏了，今天土豪我就带大家玩玩 Steam 上这款 Toddler Shooter， 翻译过来应该叫射手陶德勒吧。进入游戏，看着要多精致有多简陋的画面，我想我又被骗了。再来听听这音效，非常好，没有任何音效。虽然没音效，但是有背景故事。男主是名老师，想当最佳员工，但是有同事要阻止他。废话不多说，来进入游戏。哎，我吓我一跳，突然有音乐，还有点不适应。游戏很简单，躲开从天而降的小朋友，没有任何难度，笔是可以吃的。为什么一款外国游戏教室后面也写的是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？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脑残了。游戏叫射手陶德勒嘛，按鼠标可以拿笔当箭射出，看我瞬间变成笔箭人，不怎么好听啊，箭笔，算了，我就是我。这是我土豪最擅长的吊打小学生的环节了。突然出现的 boss 嘴里吐出了卷曲的毛发，还有点厉害啊。吃不同的笔会有短期加强 buff， 我被触碰三次就挂了。当然看我这灵巧的闪避动作，这是我挂了还是过关了？我挂了 ，What the fuck？ 好，前面吊打小学生的部分略过了，我们直接来抠图卷毛的 boss。这次我找到规律了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不要满场乱跑，在中间微调。微调，神笔护体，稳健。好，撸掉一王，还 I will be back， 就把话撂这儿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好，再次到了吊打小学生的环节。这子弹不用一直点啊，长按就是一直发射。刚才点的我手都抽筋了。可以，进入下一关 boss。我掌握了技巧了，不管他外边天花乱坠，我顶着 boss 嘴疯狂输出，稳健，一次通过 ，so easy。好，顺利来到下面的 boss。这个 boss 非常的厉害，满天都是马克笔，继续对着嘴部疯狂输出一波，夹缝中求生存。没事，还有两条命。好，闪躲，稳健，躲过树下，横向的没问的，只剩一条命了，疯狂输出呀！我躲，我躲，好的，怎么样？没有难度。顺利来到了下一关，这一关的 boss 被神笔护体，对脸输出没用。看来我们要先把左右的手机打掉，注意闪躲，左右声波，躲闪躲闪，非常稳健。好，进入第二阶段，继续左右声波躲闪，稳健，躲闪，稳健。怎么还有上下？不按套路出牌啊？没事，已经摸清套路了，这次没问题。打掉手机，稳健。好，上。再上，下，又，再上，再下，好，稳健，站路，顺利过关。下一个 boss， 我靠，这是小李吗？他会放飞刀啊！只要操作够快，飞刀就追。怎么怕什么还来什么？没事，冷静，还有两条。只剩一条命了，神盾护体！我躲躲躲躲躲躲！看我这令人心痛的熟练度，疯狂输出一波！没盾了！裸奔了！只剩一条命了！爸爸！爸爸！别不敢！居然过关了 ！Yo， 我只是这么强大，你们都是渣渣，打的 boss 潸然泪下，我就问你怕不怕？就冲这段 rap， 你们也得给点个赞吧。来到下一个 boss 面前，什么意思？只能看懂一和零，管他呢，选零吧。好，选择零就只能碰零了，碰到一就会废血。好，走，鼠标不要抖动，保持冷静，稳健，稳健。这被一困死了呀。明白了，这次选一。好，一怎么吃不了？真的吃不了，不能选一呀。那选零要被一围困，这能难得到我？我迎难而上，在这硬吃一波伤害。走，以退为进。好，对脸输出一波，迂回一下，我躲在这个角落里，谁能奈我何？好，溜边走，躲过这些零和一。这有加速弹，
吃一个。好，神操作，子弹没吃上还费了一滴血，一滴血照样通关。这又有什么花样？我躲。好吧，再来。这次没问题了，躲过零和一，又到了喷子这部分，掌握节奏，我躲，嘿，稳健通关，继续前进。下一关什么？第一关口吐卷毛的家伙真的回来，这次还带了四本横向的书。你带四书，你带着五经加无经都没用。看我的技术啊，这个纵横交错不好躲呀。我靠，怎么还有斜向的飞机？要不今天就玩到这儿吧。不是我通关不了，只是想给大家留点悬念。这个游戏《Toddler Shooter》虽然制作粗糙了点，毕竟只卖11块钱，也算对得起它的价格了。本期互动话题：有没有曾经你无法接受，但是现在欣然接受的食物？本期抽奖：微博关注土豪影院，并转发本期节目，抽取幸运观众，送出万代也比大熊一个。祝大家好运！想看更多有趣视频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号土豪影院，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。